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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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 下午第一堂课哈，先讲个轻松的，来，赶快就位。我是一个 artist 啊，画家，然后，诶、欸，差不多很多年前啊，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我在东岸一个学，呃，在美国念啊，扎吉。 早期在美国留学，大部分咱台湾去的哦，拢是啊呐，拢是读理工科较侪，啊，读艺术系的几乎是无吼。啊，我是大概少数唯一念艺术系的。啊，你嘛，知影艺术系要做什么？要画有一堂课很特别，就是人体素描，系啊。人土人体素描有些物件，伊在三寸根根，哦，你画啦。呵 <laughs> 呵，哎，就是人人体素描啦，要画人体啦。 有聽,听过，毋捌听过，头一届听讲画人体素描，三台灯光互人兰画野手，有无？头一届听到，美术系拢伫做即个，吼，拢会画人体嘛，吼，啊，迄理工科的学生都走来搞，同学的走来问讲，诶、欸，听讲你读艺术系，我讲是啊，啊，恁读艺术系听讲讲有上人体素描课，我讲对啊，啊，就问下恁当时上课，我讲你怎喺这边创业？ 但是玉种我还是跟他讲，我讲礼拜三下午两点开始上课。哦，怎样怎样怎样？啊蝶多呀，这是讲得很明了。我说我好，我就跟他讲，啊，礼拜三下午上课，一种我果然我、啊、时间搞，我得坐一啊，我，嗯，班班上迄个老师较细里啦，所以你底要画人体素描，伊拢用布遮吼，搞迄窗户都贴起来。啊，外面同学行过去，伊较袂看到内底，感觉尴尬嘛，对吧啊，来。 请尽快就坐。啊，我坐的位置哈，刚好模特也在这边，然后后面是就像进来的教室门口。啊，我就开细微啊，啊那个时间一到，那个模特的衣服就一脱、啊，然后就哎、欸、就开始画，画画画，果果然没错，差不多画十分钟以后，那个窗户旁边那条迄个遮布抓迄架都我掀开样。哎。 很贵，阿要看一下吧，就伫遐偷看咧，哎，阿个真砍过来，啊，计无几几秒，啊，搁另外一个搁开一個下，搁砍落去。我想讲啊，这一定是顶台湾同学做这款代志，再做这款代志。啊，你知影先呐，就看到看较久，那有讲看了这个都该砍落去，先呐无？一讲阮的模特吼、喔，是查埔，两百公斤，吼两百公分的美式足球员，全身的雄壮威武都起你久，拢麒麟骨吼，安尼。 啊！你嘛知影查甫要看这个怎這样，这样更加看袂，对吧？足失望诶！啊，我著开始想哦，讲诶、欸，啊，著边想边笑哦。我想讲，即阵同学、喔、哦，行来有别的科室，行到阮迄个系上，迄阵伫咧，顶罗定国逐大安尼烧酒，欢喜哦，伊日报喜啊！等你落去去看啥啥啥对不？足欢喜诶，期待很高啊，讨论得很热烈。啊，等下真正很快伫咧看，哎、欸、哎，那、啊、是一个查甫诶，哦，目睭咧要啊，通去啊，对吧？ 所以期望很高啊，失望很大，迄阵都有一款感觉。台湾人都是安尼啊，过去去投票对不？哦，投了就欢喜，哦，选举之夜看些人，几票几票直直走来走來，跑马灯直直看，欢喜到要死。结果让你算掉、那個，迄好算人，你是你爱迄个算掉啊！啊，今天开始做安尼，安尼安尼，啊，规日崩崩盘嘛。你期望高，你失望也大嘛。过去台湾人都是安尼啊。 哦，一开始的路路程过程当中很兴奋，哎、啊、哟，你真正来看到那些结果，一阵啊，硬气啊，那安尼，啊，每一每过几年啊，佫来一届，佫佮你来一届，啊，台湾人还是一样做同样的动作，你会感觉就就好笑。我是花花老师吼，啊，所以咱即、這個、今日要讲台湾史节嘛吼，佮画有关的，甲这图有关的。来，请问头一张看有会看有白的，请举手，看得懂？ 看得懂这一幅画在画什么？你就举手。看我了哈！啊，下一张。啊，看得懂的请举手。看不看不懂的请举手。啊，那个那个，看不的请举手。这八道看不的，拢看我，看我就开始问问题哦。来，当然要老实看有啊，看无，看无请举手，我再解答。都看得懂哦。好，有，总算有人说看不懂。 来，我只问看不懂的人。这次说看不懂的人倒霉。来，嘉盟，这里面在画飞机大炮吗？我只问他，我其他人不要回答。我是在画这里面是不是画飞机大炮？不是，阿丽朵矿物啊。来，我再问你，这台电席我咋不啊咋不、啊？啊，女生阿丽管你看你，他也知道不是飞机大炮，也知道是女生阿贵兰。买丽美在回答，你说你看得懂啊？他我只问看不懂的啊。 五哥，你看，嘿，这个算算是不算,算看不懂？这是看物啊，看物、啊，看物啊！你你知怎几个人？我知样杂布啊？杂布？我知样不是飞机大炮？啊，就看物啊嘛！看得懂就是第一步，对吧？你知样是人啊？什么意思？另外一回事，哎，加几片，再看物啊嘛，吼对不？这我都确认，大家都看得懂，但是下面意思，他问得好，下一步这是啥意思？啊，都会人啊！你看一个风景，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啊！啊，画一缕花，什物意思？袂使问有意思诶啦。图就是图，图有图的意思。啊，若水就是一个意思。你袂使问一缕花讲，啊，你这水是水，什物意思的？<laughs> 对无，你未感觉足奇怪？啊，你这查某人去画画一个画一个壳，啊，你即个水为水，什物意思？清水山是面水为什物意思？对不？没有道理好讲，啊，就是天性，啊，就做、是、画美的东西，啊，你互你欣赏。但是你看到一个物件无水怪怪迄阵，啊，你都毋知安尼欣赏，对无。 一你准你都表示讲，你过去认知的系统出了状况，拍者为什么出状况？这百,是在阿阿時、啊、在百多是伫一九零七年亚光阿做一种画图，啊，你这么百几年前的人画图你看无，你的认知系统出了问题，对不对？一百多年前的艺术阿个大家，大家知道这个 Picasso，他出名的人画图你你说看无？表示咱的对艺术的欣赏能力倒退一百年，对吧？ 我看你倒退几年，那个看下一张，来后一张，你看有吧，这般人看无啦吼，裸体女的嘛，坐在那边上厕所嘛。哦，上厕所没有上厕所是在说，这是 title 哈、哦，这个看得懂吗？看无的先下就有无？有看无的吧？拢看有嘛吼？但是这是三百多年前、啊、年的话，一七五一年画的，迄准的你有讲啊？这表示讲，你嘅欣赏的艺术嘅水准退到三百几年前。 对吧？啊，基米卡接近一百多年前，你看不懂啊？哎、欸，这有问题啊。来下一张，真简单，我给你一个解码器哈！啊，你看，你要听我讲，了，你都看有啊。这是过去三百年前，叫做单一观察点，就是你看这下物件，只能站在这个地方看。北山你看，北山你看，不能移动你的观察点哦。第二个，这改去不一样观察点，安、啊、来看？ 安尼是水哦，安尼嘛是直观水嘛，对无？安尼嘛是直观水嘛，安尼嘛是直观水嘛，对无？不同的观察点结果不一样嘛。感官看我嘛是，我感觉安尼尔，安尼嘛是我啊，安尼看嘛是,、啊是,啊、是我啊，对人较看嘛是我嘛，对无？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啊，你把不同角度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这样子啊。即杂个武侠对家讲，对家讲，要肯做伙得变安尼，安尼要讲哈，解答出来了吧？ 哦，你们现在突然有三百年，三百年前进步到一百年前，对不对？啊，这是安怎？这是国较济啦，比多只还观察点国较济了，后都变安尼了。啊，这個、人就是 b r o o 这个比较是同一个时期，啊，伊较激进派，啊，所以伊观察点就济，济甲你你无多看为止。哦，啊，目的我毋是甲你看图啊，我是要讲历史，我史只卖讲历史过去，你讲个这些观点，只嘛好你不同的角度去看港行。 同一样东西，哦，这里、个、有几句叫做 “paradigm shift”。首先，我帮你解码，对不对？嗯、啊，你这麦看历史，你来讲过去国民党给你解一套，你讲只有一个观点，你给我看不啊？所以我会帮你解码，让你看得看到现代的怎么看回去过去的历史。好、哦，来下一张。啊，如果哈、哦，来刚掉这一、个、行，再回到上一张，来拍者，不管是这一幅还是几八，还是几八。还是这百 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什么特点？就是如果他是单一观点，对陶高倍龙单一观点；啊，如果是多观点，伊都从头到尾这整幅画都是同一个观点，对吧啊，那是这款都是对陶高倍龙讲解的观点，对吧都、就是足侪观点，伊袂使阁跳到单一观点嘛，对吧你是虾米系统，都有虾米系统去画，黑白多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系统在画嘛？ 你不会跳来跳去，讲我跳个三百里景去看，我拍个百几里景去看，袂安尼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来下一张。啊，如果你换来换去的，安、欸、尼，诶，哎就怪啊，对不？这八朵东西又是立体花派，又是写实，我想弄染色会，哎哟，足奇怪，对不？我举个例子，这系统来电要一致，比如说我请商，我这个是不是一个系统？穿西装打领带，啊，我也看了，请高跟鞋。 你也刚刚奇怪，这人大家败气啊，对吧？对不对啦？哎、欸，怪怪，对吧？啊不，要不然就是我一只脚穿球鞋，一只只脚穿皮鞋，也蛮怪怪，对吧？就是在我这个人的系统来，对，哎，我外穿起的，哎，突然有另外一个系统跑进来了，变成运动系统加上西装系统，对吧？那个这人不带气啊，对吧？大家坏掉了哦，啊，这就这款情况，了解哈、哦？ 所以你只要在一个系统来对，他就会不管在系统哪一个点都是一样的态度，对吧？所以你那底个运动系统来对去看待就看袂清楚嘛，因为你在他系统里面看不到一个新的观点嘛，永远是在他系统里面，知在不？所以以下的历史来对，你别在讲，你即马是进入法理的系统哦，你别在讲个运动迄观点过来看都等待会我慢慢讲下一个。哦，我即马在讲另外一个概念，你们都假讲，先放一边。 一个概念叫做法则，欧兹格。法则就是放诸宇宙接准的道理。哦，法则，法则，法则也像什么？大自然的法则，比如说，你有一些万有引力啊，两个物件之间就产生引力，对吧？而、啊、在宇宙中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只要相同的物件，它都产生引力。哦，啊，来，我们活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就要尊重这样大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会怎么样？ 那我还记得，大自然的系统里面，我要遵守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有地心引力，你可以不考虑地心引力、啊，而你也出乱子，对吧？这、就是一个系统哦，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哦，要遵守这些。比如这个系统里面有讲什么？哎，我我可能要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哦。如果你比如说你基础你不去考虑地心引力，你教你的艺术，谁在你去。 迟早你也不考虑之后会这样，倒给嘛哈，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大自然的法则嘛。啊，同样的，你如果建构一个人类的社会，狼也瞎会，你好像得剔除，赶快有个架构，对吧？你这个架构没有考虑到大自然的法则的时候，这个社会结结构也会怎么样解体，也帮给，赶快。所以你要考虑什么？比如说人有公平的概念，这就是大自然法则。你每一个人公平，没人改，每一个人公平的观念。 你那谁哈，你给个抢物件就害我们这边干嘛？你都不公平嘛？你给这个小孩子多同样的兄弟哈、哦，给他多给他少，他都会差起来，对吧？对吧？没人你给我一那一个贼，对吧？这就会吵架，就是大自然的法则，人类的部分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你被建构人类的社会的时候，得考虑这些基本的法则。比如说男人类有分查波跟查波，你要不要把这个原则考虑进去？当然要啊！你可以设计一个法律，不考虑有男有女这个差别，叫女生去还。 战争打仗跟男生一样比力气，就不公平嘛。所以你要考虑这大自然对人类的限制，然后再制定你社会的法律嘛。阿波利娜不管男女来设设定、制定法律的时候就不公平嘛。女生每个月都有那个嘛，啊你不考虑这，叫她每天来工作，公公平不公平嘛？是不是就是违反了大自然一些原则嘛？啊，了解吗？男生有男生的特性，他跑得快，肌肉肌耐力比较大，你不可以叫女生做一样同出众的工作嘛？ 表面上讲男女平等，其实不平等，是不一样，不是立场平等，但是他的能力上不同嘛，不是说平同其同式的平等嘛。所以你在制定社会法律的时候，你都要考虑这个嘛，这个所谓你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嘛，啊。好，讲完这个以后，我再讲另另外两个单字，一个叫 consistency，一个叫 integrity。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哈，为他们给他执行起来都有一个一致性，不一致的都加单框还多。 不一致的时候就灰机了，对吧？所以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开车，一下两百，一下是呃、哦、心跳好了，光心跳来看，你的心中哦，一下跳10几个一下跳两百，一下恢复正常七十几下，就这样，是不一致？他的心跳速率不一致的时候就不正常嘛，对吧？就 i n c o n s i s t e n t 他的心跳不一致嘛，啊、哦、，consistency。那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也有谓一致性。 一个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这个一致性。啊，另外一个叫 integrity，integrity 就是到表里一致。就这个人的内心该以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哦、有一致性。我想到被攻击哈，我举个例子，越是老大的国家，哦，我呃接村来队哈，被、哦、做了多爱哈，他在执行他的权利的时候，呃，也管一种都要有一致性，对不对？ 你比他对这个特别好，对那个拜越做多越做多捞多挨啦。你要公平嘛，你不能对这个人是这个标准，对那两个人是不不同的标准嘛。所以立业标准都要一致嘛，那个起码都共一致性。啊，他如果没有一致性的话是怎么样？就人格的个性来讲，他就没有完整度嘛，integrity 嘛。我现在讲更直接，美国你是老大嘛，啊啊，全世界。 你要当老大有一个条件嘛，你你如果不公平的话，下面会抗议啊。啊，美国要当老大的话，他有一个原则要执行到全世界嘛，所以他推出一个国际法，大家一起来遵守这个法律。你违反这个，看明天要炸哪里，你知道吗？有大家有在跟新闻吗？伊拉克被给他轰炸嘛？啊，为什么？啊，种族灭绝嘛，对吧？啊，美国在做这老大在做这件代志啊，啊，其他人就不会讲话嘛，对，一点点嘛。 老老大按照游戏规则啊，你有老大不公平，美国不公平，马上任何一个国家讲美国你那样呢？对吧，都起来指责嘛。你要当任何一个团体，而且最大到世界啊，小到每一个村落被做丢落，弄爱公平嘛。然后在天你也才会顺从你,你嘛。很好啦，你既然讲出来的游戏规则，你就要遵守。你讲国际法、讲战争法，你都要遵守对吧？咱照法都够。台湾民政府的人，咱照法都够赢啦。 就是因为他是老大嘛，他有这个完整度，他的法律有一致性，你才可以在他的司法体系来这个过。过个利奥也行政部门会配合。照今啊日台湾民进户你如果美国是一个没有完整度的国家，完整性的国家，产中国爱的恶，一切为了服务他的政治利益，你都不会讲求公平这件事情。安样啊？Integrity 的相反词什么？ 完整性，一个人表里一致的相反是什么？不一致，不一致的话，也美国是一个骂人的话哦。你这个人没有 integrity，你表里不一致，基本上英文叫 hypocrite，你是一个伪善者，是骂人的话哦。所以他们很尊重这个哦，表里一致。那贵给伯击班训练哦，先要给你们这几个概念。我目的就要讲这个哈、哦，来下一个。 哦，都来本来是单一观点，后来转到这个。这上面有一个单字，你们学一看，叫 paradigm shift。paradigm 就是一个系统换到另外一个系统，paradigm shift 聽。听啊，我 again 再听，我會越讲越清楚啊、哦。来，本来一个观点，现在换到多角度看。下一张。哦，这就复杂了。但是我会短短的时间哈、哦，给你们 touch 到六天五。 本地台湾人，哎，这边上过第一次上，哎，有上过高级班，请举手，我先知道。好，请放下。啊，第一次来上课，请举手。哦，很多，好，好，那我好好的慢慢讲。啊，一次不会听懂的哈。一开始从上,上面绿色一部分叫做部落形式哈、喔，本地台湾人底下多，贵亚班尼哈，他在是部落形式。部落就是一个一个 tribal，部落你在哈，活在这个岛上，贵要把你。 啊，到我最近几百年了，后来有成立一个大都王国，是即来咱台这大的部落合作，伙变做足大个部落，哦，啊过来西班牙、荷兰、清朝，伊是啥掠夺者，伊看这偷得足侪产物的吼、哦，啊西方国家侪船有足远的所在来加掠夺嘛，亚洲的资源嘛，对吧？啊，也有日本也进来，中国大清帝国嘛，几百。 那这些人基本上一开始都是掠夺，掠夺去别的爱的植物玩，但是不愿意替你负责。哎、欸，公姐干干单就是这个男生要你的身体，但是不愿意对你负责，不要跟你有婚约的去接触。哦，他只是要他的资源，但是不愿意对你负责，就这样子。啊，过去台湾都可以这样呢。掠夺者来台湾偷植物玩，但是不愿意替你负责，直到什么时候？大日本帝国打败了。 另外一个掠夺者，对不对？大日本帝国打败大清帝国，这个掠夺者料他想把这块土地变成他的领土，对吧？也、这个、知道吗？日本跟日清战争料日本打赢，经过下关条约，台湾澎湖界个土地挂号，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秋桃握着料以实行皇民化政策，一步一步给台湾借偷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宣布什么？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也台湾，所以从这个以后，它变成一个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个正式的永久性的系统改变，不来不同的系统叠加造，到主机的旗杆开去，去店开戏，我们就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啊，你知道占领不移转主权，对吧？啊，这些头得引万喜安呢。吴伟人讲，诶，我咧，我就要每天讲的是中文啊，啊，为什么是这个系统？潘摄生 所以我们战败。啊，这咱过去哦，真穷，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跟美国是比伊个强的国家。啊，甲拍败了，美国甲咱拍败了，伊惊这系统想强，伊个走起来，所以把他压制住。压制住的话，就派末流的系统进来，压制大日本帝国台湾的这些系统，是这个理由。所以他让这个系统进来台湾，他就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 利用语言、宗教、姓氏，明白？这样？哦，实际上这样破坏大日本帝国系统。啊，今玛法理出来了，美国要恢复占领这个系统就要离开。我简单的讲哦，让你只有这个概念。啊，过去大清帝国迄阵嘛来过一届，迄阵他抽税、起钱、起庙、抽税贪污，对咱这個土地乡里处理。啊。 能把几年下来，让台湾人被剥夺一部分，被他闽化、被他汉化了后，想讲家己是汉人，所以 c o n f u s e 掉了。get s 那是只有一种人，但会我慢慢讲啊、哦。好，先不讲这么多，阿、啊、你们大概有这个概念的，话、啊、吧？而系统个唔是中国的系统哦，这是中国流亡的系统哦，别有过去有 p 白的系统进来哦。待会再回到这个图，再往下走。阿伊那是暂时性的系统转换，temporary shifts。 那我们这是 permanent，啊、哦，来下一张。说来怎样哈？统治系统转换，paradigm shift。formosa 系统本来是部落形式，啊、大日本帝国系统扩张系统，啊、哦，美利坚合众国系统破坏先前系统，使它不发生作用。啊，支那国系统有两个，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系统，一个流亡中华民国系统，是激烈造就来。啊，它对系统内部的话，对象是系统内部被统治的人民。 在思想上用特定的史观掌控历史解释权，为了目的是什么？要维系他的统治资格，哦，那制度上用这个来建构法法律啊，系统外部就在这里。啊，另边他记名这些流亡系统是是一个暂时性的系统，还是 gay 系统？很简单，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从事破坏，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 如何证明？因为一旦出了台湾，国际组织、国企、国号，就都不管用了。哦，所以你要离开这个系统，才看得清楚完本那个合同怎样。你拿在那个系来内看啊看嘛，看未清楚。知道哈、哦？你在系统里面，你你唯一能够证明这系统有问题，就是脱离这系统。贵体，我可以出国留学。我一九八几年出国留学一阵哦，你出国留学生要送到剑潭去接受思想训练的。 伊今日安怎造水利啊？怎样外面的世界有怎样子去过？阿稳到建南受训几年再一张出国，啊，结果每个受训出去都知道这个系统有问题啊，对不？出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今天人都不爱登爱啊，阿登爱都是被改改啊，都、就是安尼啊。你除非离开台湾这個系统，才知道哦，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不是贵几那种尬多寒。你们没有出过国，你不叫这个系统；啊，没有受过教育，那更不清楚。你是出国去玩一玩，那无什。 一旦仅仅要进去国外系统，你去图书馆查资料，去看国外的历史，接受他们的教育一阵，再回过来看就清清楚楚。好、哦，来摘哈下一个。哦，这个我就不想讲太多。同样的一段历史哈，对于不同人看法不同哈、哦。来下一个。啊、哦，同样的事件只有一个，可是观点不同哈。所以今天里人讲说啊，徐老师，哎，历史都安那呀，啊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跟你讲，记得这句话：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我讲话不是很大声，但是讲话内容你要听一听啊。外公讲,讲到史，任何一个历史都有一个观点，哦，你只要写下来，你就某一个 point 的 view，就是我用这个观点来写历史。 你在座各位跟瓦龙博都没有资格写历史，因为我们不是统治者啊，统治者在写历史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观点，对不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我举个例子，刚结婚的时候，男生跟女生是不同家庭长大的嘛，对吧？啊，结果靠菜哎被甲崩一尊哎咋不公？哎大家还没到齐，怎么就开饭了？哦，在我家都是。 大家都要到齐才一起开开动的。啊，女的公婆来问到做行李，闹闹西刚去单位解囊，谁到先谁先吃，还得当吵架呢，对不对？没有错吧？结婚的时候首先就碰到这种事情了、啊，因为带着不同的系统跟观点住在一起，就会产生冲突嘛。啊，最后是谁的观点重要？啊，谁爱谁多，谁就让让步嘛。没有说互相的啦，最后一个决胜点呢、啊。 <laughs> 没有说介于中间这种情况啦，不可能嘛？谁我说有时候谁爱谁多，谁就让得多嘛，啊，最后就按照他的方式吃饭嘛，对不对？我我我光讲这句话就造成很多家庭又要吵架了 <laughs>。哦，你不爱我，所以我现在这样吃。哎，我讲北美也有印第安人，印第安有印第安的观点，在北美有白人的观点啊，谁的观点重要？移动也有跨法啦，给我今麦去采取白人观点对不？ 咁 e d 人，你做住唔是啊？伊带遐几啊万你咁我讲吼，冇咁多啊。只卖采取美国的观点嘛。所以你的观点，大家都有观点，但谁的观点比较重要？谁决定那个观点？要看谁的实力大嘛。啊，你如果坚持你的观点的时候会怎么样？冲突嘛。啊，最后你就被消灭嘛。就这样子啊。你没有实力支持你的观点的时候，你的观点就被消灭掉啊。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观点，我讲对啊。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观点啊，但是最后有一个观点决定，大家都要统一的事情啊，一个统治者啊，都需要那样、啊，对不对？所以，好，现在先不讲了，我再往下跳，再下一个。哎，还有下一个。那贵几那个历史哈、哦，你你念的有关于台湾的历史都是郭秉栋瞎出来嘛？哦，但他写这这一篇历史是有目的的、哦。 被他告哟，被他来吵闹。我要讲原因在哪里？哈，他有几个目的？中国流亡史官 is always t e n d e 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他的观点都沾染了什么东西？罪哦，哎呦不错哦，你们都知道那个字哎。还有动机哦，还有当下的利益。啊，怎么讲？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有几来告诉公啊，台湾人那个二百四十几万人不算什么，哇，你有听到？ 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教授安尼讲，气到要死对吧？啊，伊讲安尼咁对，咁对，当然嘛唔对嘛对吧？啊，为什么？但是一讲在他的立场对哦，伊迄是个支那观点哦，伊是中国人来看台湾人哦，伊咧中国人真济嘛，在中国的话，一将功成万骨枯，哦，就是将军要起来死几啊几啊万人诶，十十几万人、八几万人拢会使嘛，啊，他们视万民如草芥。 就是让居民甲草感草草个感挂起来就好啊嘛！但是台湾无几个人啊，啊，他在，在日本德国的，也讲你要抓一个人去关两个礼拜就要放出来的不可以青菜台阶人嘞。啊，是有没嘛？所以那时候有互证系统嘛，你是谁生的，你生谁都要记录下来，不会青菜嘞。所以这个不同的价值观，在尹锡平是宁可错杀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也不要放掉一个。 他哋接黑东西，你宁可放掉一万个，也不要错杀一个，这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嘛。所以你德尼娜呢，同意一观点，说李德尼娜那边呢，采用中国人的史观、支那人的史观，邓来看台湾人所以你有感觉无相，但是对咱台湾来讲很严重啊，对不？哎，懂嘞。所以你就这边于史观上做争论哦，你也干嘛去件代严不严重，看你的史观哦，你是采站在谁的立场上，跨界历史，跨界代际。 同样一件事啊，二二八，同样一件事啊，为什么观点呢截然不同？一个是施暴者，一个是受害者观点啊。我呢，也可以采取施暴者的观点，对不？但是一进把教育是的，咖喱下一代采取施暴者的观点了、啊，你就失去了这个，所以要掩盖过去的罪行啊。第二个，目的被他设计，被设计啥？被台湾记者说的假的，所以贵贵体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跟你讲旧金山合约嘛，掩盖的来讲 要到他们约啦，他、啊、讲，他跟我讲开罗宣言呐、啊，跟他攻击啊，对他有利他都讲，对他无利，他完全支持不停。连那大学教育来电嘛，我得搞这個，所以讲没给他写给嘛，未来的动机，未来要给他加开一个，所以虚构一个系统开嘛，改改你,你的国籍嘛，所以机关史官是支持这样的来建构哈。啊，过来为了当下利益，哎、欸，凭什么叫你去花钱去买武器？你都要讲。 哦，今嘛叫我们别个打爬，结果伊根本中国从来不敢打台湾嘛，因为这是让美军在里面啊爬，但是有台湾人进宫，台湾人多力，下面个人爬，中国别个人爬，对吧？他就扭曲了，哎、啊、那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啊叫你去背武器嘛，所以他从你的税收里面大部分的钱拿去买武器，变成合理的事情了，他、啊、叫你去当兵也变成合理的事情了，知吧？ 所以，也史观建构产生这么多对他有利的事情，对台湾人不利的事情，对不你啊，史观这么重要，史观非常重要。案例在案嘛，结果啊，你的史观非常重要，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啊、哦，你的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然后你的选择之后采取接下去的行为。像你们会来这边，因为你们思想已经改过来啊，采取你的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这个是一个。 接一个，一环扣一环哦，不要小看史观这件事情哦，你的观点决定你后来的命运哦。好，下一个，这首诗啊，所以你你过去是中国流亡史观，面对国际大国史观，大国就大部分的国家史观呢、啊，大部分的国家是采取什么？国际共同接受的观点嘛，按照国际法。但是，应该你锁在那个小小地方待完这。 都属宾馆啦，蘑菇月亮啊，用一一一套的教育给他塞闹啊，媒体啦、啊，教育啊，这个还不是现在中国是流亡的史官哦，跟我们是今卖中国史官哦今卖中国，中国自古以来下面是伊的这些伊观点哦，但是 against 大部分人的观点哦，所以现在中国在慢慢学习怎么样加入国际社会的观点嘛，像他进入 WTO 就是要学会什么叫做国际贸易的观点嘛。 你北塞公，我、哦、动不动话稀土就禁掉，不卖给你了。WTO 最最近判决结果驳回嘛，申诉什么？你不用按照贸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走嘛，就就接受惩罚嘛，就这样子啊。来下一章。所以，今仔就被甲你做下，帮助台湾人对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那今仔的史观就是被甲你对过去你看他听个故事都說，拢是讲哇，刘刘明传啊，郑成功。 给编出来的历史，但你会一步一步慢慢给你解出来啊。来，那根据这个的话，就要看我们怎么看资料哈。我们现在所有的讯息，接收到的讯息，我们就要分析资料。下一张。哦，你怎么看历史？来，这里面的图哪一个最清楚？左上角那个最清楚要。啊,啊？怎么看透视？ 你们会不会看透视？什么叫透视？什么叫远景深？Perspective，啊，左上角是不是最清楚？因为业接近你的最大嘛，然后中，然后小，你就知道这个有一个景深嘛，对吧？轻的。啊，村间这种灰笔嘛，三一边大，一边那边来看，你就不晓得谁前谁后，谁远谁近嘛。啊，机关一下，就特定史观，啊，放大历史中不，你看也你扣本的灾嘛。 中华民国、加拉尼也课本很贵嘛，大部分都中国史嘛，啊，除了跟台湾内的历史都不见了嘛，一点点带到而已，就这个意思啊。它扭曲史观掉，你会特定的放大，你就看不清楚整个台湾的历史是长什么样子，confuse 掉了啊。来下一章，哎，讲到这哈、個，我再讲一段小小的故事哈，形状也讲的特定的历史啊。哎，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你知道？ 集中集中于关什么人？不是犹太人是放在集中营。啊、那个战俘营有在德国有战俘营。战俘营是关什么人？呃、啊，战败的人嘛，对，很好啊。啊，战败是哪？就盟军的军人嘛，哦，关伊也来对。啊，通常在战俘营，法靠拢也看一下卫兵嘛，卫少嘛，对吧？行烟呐，造出来。啊，结果迭德国这个例外，你知道什么个例外？他这个战俘造出去的。 饿死了。德国为了要符合日内瓦的对人权的那个战俘的规定哦，每天住在这个战俘里面，每天都给他散散三餐吃，沙登鱼他家了，安琪给我宵夜。但是在德国打仗的外面，柏林外面，大家饥荒啊，那我一天吃一餐顶多了，所以很多德国人很细运想去里面工作，工作完了就偷带一些食物出来给他家人吃，所以那个战俘里面的卫少哈。 啊！你说只有拐来袋人，每天只要吃饭睡觉就好了、啊，时间到就給我用绑出来、啊，日子很好过嘛，对不对？他干嘛跑出来？啊！结果在外面，他们现在检查是检查去来袋工作淘汰物件出来出来人，对吧？啊！所以卫兵就站在那个地方啊，走出来的人每一个走出来就说袋子打开，对吧？矿来袋一下物件，啊,啊，没有下一个袋子打开，康康，好下一个，是不是这样检查？给你带东西出来嘛？ 结果这里面这卫兵吼、哦，跟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吼、哦，主持人就觉得躲寒。啊，有一天，伊就对里面工作人员讲，哎，这些从小就一起长大嘛，你什么款我煞唔我知，你从小就爱偷带物件，啊，但是我见介只只徛卫兵迄时候，都检查你袋子里底拢空个嘞，就、啊、奇怪嘞，几啊个都拢拢唔捌偷带物件，哪有这种可能性 你搞要讲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阿些伫来爹工作，讲你别再给别人讲哦。咱些小朋友哦，你不要偷，你不要乱讲哦。说好，我讲，我偷的就是袋子。他偷的就是那个袋子，袋子毋是讲，即嘛黑塑胶袋哦，伊即嘛帆布袋哦，帆布袋咱一卡偌济，千几箍两千箍，三千箍拢有嘛，对不？啊，一工偷得一卡，啊，三十工，一个月下来偌济，九万箍，十万箍呢，啊，再再去买食物煞袂晓，对不对？ 但是那检查哨的时候有没有在检查进来的？说你进来是空手，出去带一个袋子？没有啊！检查哨已经检查你出去有没有带东西出去嘛？对吧？啊！但是他每天检查怎么会不会检查到结果？不会有结果啊，因为他长官命令他去检查袋子里面的东西嘛。他检长长长官没有教他检查袋子是不是他的嘛？还在不？所以他已经被设定好这个议题，啊，这个议题以外他都不知道。 所以台湾人过去叫用设定议题嘛，叫你去算计嘛，啊，结果规怪叫用撒我们在嘛，现在知道吗？我没办法跳出来看整件事情你为啥没有说进来的时候是空手出去带东西的人要抓起来？不啊，只检查那个袋子里面的，已经设定好议题嘛。所以你今晚所有在台湾里面的人，你的议题都是被设定好的嘛。所以你就关心那些议题嘛，结果你规怪叫用管我们在嘛，啊，就左手玩右手啊。 像布袋戏啊，你就看布袋戏啊，每天在演啊。结果是斗久个架？就喋哎呀，你也在舞台后面看，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啊，你找跑到台湾政治的舞台后面去看，就是一个人在演啊，啊就是国亡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演给你台湾人看啊。啊你幾，你徛呀徛，跪呀跪呀，六七十年呢，徛呀看,、哦看，啊，哦，就好看，啊个钱个，哪至于，国国个红艳，是安尼啊？ 现在知道了吗？现在我唯一能够帮助你们走出来，就是到进到科学的领域，回过来看证据，你的头脑就清楚了。你现在看到很多现象哦，可是你的解释权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上。但是我帮助你用科学角度看，就由不得以钦菜操作。阿那贡，来，在法院也是一样哦。科证据有很多种，禁锢了。第一级，它有 A 级、B 级、C 级、D 级的证据。 A 级的证据是什么？像科学证据，科哈可以禁股了。什么叫科学证据？基本逻辑推理，逻辑啊，logic。你们看到证据要、啊、基本逻辑推理，你只要推理对出来，就是算属于 A 级的啊、哦。再来，物理性质，比如说你讲这木乃伊，哇、哦，我们到埃及木乃伊，啊，现在也讲这六千年了，干嘛在青菜公讲杯晒？因为现在有科学，他们就说，哦，碳十四半衰期它有一个放射性，可以久，一个怎样这个。 多少年？但是它有一个限制的，的一下，有机体有碳的成分在里面才会要测。所以不要多和你，现在讲这归档归档哦，碳同位素去造就知道，这些属于科学证据。那有化学性质，比如说，哦，多爱家人贵下吧，你就开始用铁器，铁斧头的，铁树用啊，阿利我都进去。我说哦对啊，哦对啊，啊你要看它上面氧化的程度，才知道这个斧头在这里存在多久了，对吧？ 阿个生物性质 DNA，待会我都会讲哈。DNA 的部分我待会兒会讲。阿、啊、过来，第二级的证据叫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跟历史记载个无两看哦。文献是属于叫做 historical document，历史性的文件，比如说合约。旧金山合约，一都不是单一国家的观点哦。合约是顾几十个国家，五十几个、四十几个国家签署的，对不对？表示这些国家同意一件事情嘛，已经不是观点的问题了嘛。 大家同意一件事情，签了约嘛，所以属于这一级的。啊，你讲文字记载，比如说历史记载，黑都牵扯到我都我都讲过诶，观点的问题嘛，哦，那属于 C 级的。啊，再来就第一级推论假说，比如说进化论是一个推论假说，它不是一个真理哦，而需要求证，的，而且有很多盲点哦、啊。所以 A 级的出来的时候，B 级要退后，B 级出来 C 级退后，按照顺序。但另外有个公共规则哈，来下一个。 你有这个 A、B、C 的观念就好了，这叫历史文献属于 B 级的证据哈。来 C 下一个，文字记载 archive 啊。Arch ive, 啊，我不讲太多，来再来再往前走，我们待会讲多一点历史。好了，今晚我来攻 DNA，这属于科学证据嘛？度家供这是 A 级证据。国家地理杂志有没有听过？National g e o g r a p h y 国家地理杂志也有这个频道嘛？对吧？啊，它是,是算是蛮有钱的一个单位，所以他最近做一个很有趣的。 实验哦，它叫做 Genographic Project。讲到这个，我要先讲一个前提：，那人吼、哦，你的传宗接代一准吼、哦，会做一个动作，叫 m i t o 下一代要长出来之前会做什么？它的染色体会复制。所以你你你的小孩子才会长得像你嘛，对不对？就爸爸的染色体跟妈妈染色体到这位嘛，产生下一代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传在复制染色体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突变。 有些基因会突变，到倒不不八了，没有接的那么准。那这个突变就有一个等于一个记号，所有对一家谁出的、生下去的下一代都有同样的记号，哦，都同样的误差都在他身上。所以不管几代以后都 carry 同样的东西。所以用这个方法，科学家用这个方法追出你的祖先是谁。结果国家地杂志做了七十万个样本，抽了七十万个 sample 了。 七十万很大哦，任何做过实验的人都知道，七十万是很大的样本空间哦，它就涵盖全世界的人。你都改说，所有今晚我还世干的所有的人对都要来？而且我们现在讲科学证据哈、哦，结果你的画一张都导出来。啊，你要看未？所有今晚我还滴世干顶过的人，对刚接受出来，对都要来？我们看这线嘛，吼，回走回走，对不对？ 哎，这些科学证据哦，所有的人类在六万年前都从这个点出来。拉巴尼经对非洲造出来，不管是欧洲人、亚洲人，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哦，所以现在现在存在世界上的人，啊，伟然公徐老师，公嘿有看远啦，哎非洲啊，我想要怎样，我队都要来。OK，好，那我就找啊，非洲来对我一叫 M 一七四诶，对遮，加个南叶门，找个印度，搁找个马来半岛。 搁他印尼爪哇啊，起台湾，啊搁个日本，啊搁个朝鲜北部、朝鲜半岛北部，这几基所谓的中原地区，有看到吼？啊，这些所谓的中原地区有偌济人，吼、哦，几啊呢？你看，有欧洲一排，有中亚一排，有欧洲，有蒙古下来的，有印度起来的，哎、欸，几十种招来所谓的中原地区呢？所以谁是杂种？ 啊，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啊？对啊，没有错啊。意啊，十几种在那边混的，不是杂种是什么？是不是所有人类应嘎不会叠下，然后染遮会啊？所以他们是杂种啊？那我才会纯种汉人没有啊？你如果所有所谓的中国人的血统的话，潘谁？你把血统的 DNA 定义出来，然后我们来检查，说我身上有没有这种人的血统，可以跟我们一起吗？所以那时候韩国人说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 k 该配系。 没办法，这科学证据啊，他、啊、都、就是对家韩国中国人在一部分，对韩国过去的嘛。啊，可是韩国人过去对日本给起嘛，啊，日本人过去对台湾才给起嘛，对吧？啊，所以谁是谁的祖宗？咱是中国人的祖先嘛，没错吧？这是科学证据嘛。啊，讲上面咱对中国嚟无用啊，是咱对起呀嘛。所以谁数典忘祖？中国人数典忘祖嘛。他、啊、如果不把我们当他他祖先的话，他数典忘祖嘛。啊，下人北周。 台湾人，人寻供中国人是你的祖先，台湾人不会背做啊！你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都背做啊！而咱那祖先叠一神团四巴年，在四万年前就住在这个岛上了。那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不压鹤嘛，你很少跟外界接触嘛，所以他叠加神团贵亚把你四万年,四萬年 M E C 4后代这边神团四巴年。啊，直到最近几百年，这些掠夺者他形成一个文化上的大国，对台湾来侵略嘛。 入侵嘛，啊，咱想讲这个文化上的继承，例如，比如，咱就想讲咱是中国人。所以，真在台湾人以为家己讲台语就变台湾，迄变迄葫芦话就变葫芦人，讲客话就变客人，结果拢毋是啊。结果，咱是高砂族甲平埔做 M 一七四的后代，对不对？说了人家的话，以为自己是一般人，啊，后来受多教育都想讲那样，因为你的姓氏对下来啊，你的姓对下来，啊，个个毋是。 本地台湾人的姓氏是什么？你知道？阿公加上恁老爸，阿加恁的名，比如说 Peter John Rock，啊，恁记啊有啥？叫的话，就是 John Rock Water，啊，恁知不？为什么是追两代？因为过去人平均寿命不会太高啦，啊，为着为财产分配的问题，你只要追两代就可以了。啊，这个这种姓氏制度哦，其实在很多的部落形式都有存在，包括现在印度、金马哥的样，一起而来。 所谓的掠夺者，大清帝国几百例，敖该因的汉人的一关系统，没没有所谓的汉人呐、啊，支那满满洲诶系统贴起来，搁来接起来，把接到你的姓氏里面，所以你你该生料就接别姓氏，私姓啊，结果拢唔是咱家己本地的生，所以台湾人咱是有做先咧，M 一七四号这是科学证据，阿你知啊哦。所以这个这个案子 project。 主持人叫做 Doctor Spencer 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就是最伟大的历史故事、历史书啊，其实是写在我们的协议来对了 d 拉 a 会来对了。我谈青菜公公，对不对？科学证据造出来啊，你起下面人清清楚楚啊，不要用文化、啊、用语言一贯给他骗，不哈威啦，科学证据出来了嘛，现在你的 identity 非常清楚、哦 在那边勾爪做人，应该很骄傲、喔。你的血液留在你身上，的血液相对非常纯哦。相对于这个在那边几万年这边混的人哦、喔，你是相对很纯的人哦、喔，对不？那为了这一这一群人的后代，你要考虑哦。你不可以认错祖宗哦、喔。人才做老辈哦，你的子孙不会去做你老辈的颠倒拜哦。你的人传到那边再回过来，啊，你就认为你从那边来，很多海啊。 这样看得懂了吧、哦？哈来下一个。啊，这里西干店，那个还有一个时间图。比如说这边是六万被写嘅，五万年前是浅蓝色，但是蓝色愈来愈轻。四万你已经告台湾了哦，对吧？三万、两万、一万，再告一加嘛，这一万熊七没嘛。因公诶几千年历史，跟我们几万年讲是亳大不异啦。中国人几千年，迄历史不太短了啦。 我们在讲说几万年嘞、欸，四万年前的历史嘞、欸。啊你知、哦来下一张，你怎样吼？来下一章。利己主义，你可以叫咩名啊？你就叫星期五好了。你怎这在告的人家亚洲，知道这在讲什么？好了，再问你们你有没有看过《鲁滨孙漂流记》？有哈、哦，来接着讲这些啦。啊，有个人唔知道，我个讲一解吼、哦，这是一个小说，伫一七一九年写，一、这个白人写的小小说啦。 就是讲，有一个人坐船，啊，坐到一个毋知影所在，啊，伫遐遇到风台啊吼，啊，船就并去，并去了后，伊就走去岛顶悬，啊，家迄船村的物件就起一个树屋，住喺顶悬，啊，住无几个月了，后，迄当地有一个当地的人来找伊，而且乌憨的，啊，伊看着迄个人讲，啊、哦，我拜五拄到你，啊，你就叫拜五好啦，我甲好名啦，帮他取了一个名字，说你叫星期五，因为我星期五碰到你啦、啊，你也跟他即咕。啊 这有点好笑，有点奇怪。奇怪在哪里？你是外来人呐、啊，你怎么替当地人取名字？应该当地人取你的名字啊，对吧？没有错吧？应该是这欧狼替北狼取后名在丢啊。一多一家多一家，古雅巴尼啊，那你是跟北狼退后名啊。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不是啊，印第安人是白人叫他才叫印第安人，不会自己叫。一，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一个岛上生存了很多年。 没有跟外界接触的，他需要替自己取名字吗？不需要嘛。所以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台湾的名母亲的名啊，敢叫台湾？啊，母亲的名字是不是叫台湾？不是嘛？啊，叫下。佛摩啥嘛？唔掉啊！佛摩是葡萄牙人，天然和呀。啊，台湾不来名一下。无名啊嘛。我们在一个岛上生存的好,好好，不跟外界接触，不需要取名字，你知道。 除非你开始跟人家互动，人家说你是谁，啊，你再取一个名字嘛。所以当时底下那这斗丁馆互相有部落的名字，但是没有针对整个岛有一个名字。还这样吼，虽然你們的名亚咱跟你好多好啊，啊，我干嘛佛摩萨就别拍电掉了，比台湾好。台湾台湾人给我讲台湾 nees i 对不？加 Vietnamese 啊，加 Chinese 赶快后边加一直拍掉嘛，佛摩萨还搞好点嘛。所以我，我我认为啦，叫佛摩萨，这是我个人看法啦，是在以后啦。 哦，本地无名嘛，啊，起码开始要跟外界接触了，来取一个自己要的名字，干巴后天名字嘛，哎，怎样啊？所以不要在这个名字上面取生子太多。来下一个。哦，你看毛利人来台东巡跟发现传教，毛利人都觉纽西南毛利人呢、啊？奥吉盖人哦，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因因，诶，一看到师生看到展示器，一直看，停了很久。哦，每个女生都佩戴玉器项链，身上也有玉器。 哎、啊，应该悲难遗址出土的玉器一样，按、啊欸啊、你惊起来讲，哎，那赶快，阿林今晚怎样不？你们可以解答吗？你们的人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嘛？我们刚才那张图不是画出来吗？你第一集科学证据出来，一这些想当然耳的结果嘛？哎，知道？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这边地区来源，甚至于科学家发现毛利人跟台湾的原住民 DNA 是很接近的，不用很接近啊，就就从这边出去了。现在知道了吗？ 我不管你什么证据，回到我们 A 级证据那个大架构出来之后，全部 fit into the structure，对不对？一一就到位了嘛，没办法你编故事的嘛，还怎样哦？来下一张，来再下一张，贵吉打完我下面一秒。OK，一九二零年《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这边写什么？Formosa 的 beautiful，gonna 准叫 Formosa 了。啊，这个是什么？那时候纽约报纸上面写 tons of explosive for 什么？ Formosa，迄阵 B 二到你炸台湾，迄阵相片，他们报纸上头条。你讲我用台湾，无、啊，你写 Formosa。我看到无？科学证据啊！来，过来下，下一张。下一张，哎，对，San Francisco 条约上面是用什么名字？跟我写台湾，无啊？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 e s c a d o r p e s c a d o r o 就是澎湖啦，Formosa 在遮啦。 I 在哈，条、哦、约嘞，叫做用你的名嘛，I、啊、的名叫做 formosa、哦。I 在哈，要讲下一张。哦，我就把位讲解结束啊哈。好，存在感，我今再讲一个新的观念。什么叫存在感？Sense of existence，存在感是什么？你在哪里？你有几？你隔离几人？你打死一准哦？你怎么知道你存在？你刚出生的时候，透过什么方法？ 透过母亲嘛，吼妈妈嘛，妈妈喂奶，你第一个接触到就是肚子饿嘛，啊妈妈要给你喂奶嘛，你个号我肚子饿了啊，然后妈妈就喂你奶，对不对？啊改和你求，啊慢慢长大以后怎么样？你旁边人会来，爸爸会来跟你玩，兄弟姐妹会跟你玩，对不对？一步一步来嘛，啊第三步呢，亲戚朋友，所以你慢慢建构你的存在感嘛，知道吗？知道、哦、啊，啊你存在感就慢慢建立。 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自信心就强。自信心强的人怎么样？学习力的学习力就强。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竞争力就强。竞争力强的话，就可以贡献给社会嘛。一定要做就这一机嘛。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在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我举个例子，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耗一阵，妈妈给你掉吹背，啪！啊，把都要生吹背。 因为吓到，maybe 一定会吓到嘛。他在建构他的存在感的时候，会有负面的反应，也惊掉嘛，对不？啊，器官就会在他的存在感上产生问题。所以，我贵去哦，在那个育幼院里面哈、哦，去去探访啊，就带很多吃的喝的，带他们做游戏。哈、哦、啊，总有一两个小孩子会躲在桌子底下啊，不要出来。我想说，怎么回事？别多阿卡不爱彩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知道哦，他嘴巴继续吃哦，他就推迟，动作我不存在。后来卖搞，卖惨吧，后来知道这些小子就是受虐儿，主先都叫林迪要多喊的。受虐儿的话就没有存在感，也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受虐儿啊，台湾人贵几多钱呢？你知道台湾人是受虐儿，的，知道为什么？我是台湾人，啪给生出一辈，对吧？ 你大还一足呢？你不说我是台湾人，啪给扇碎背的啊？没错吧？在你建构台湾人的存在感的时候，你被否定嘛？被否定啊！让过去讲我是台湾人，讲台湾会怎叫罚呢？被惩罚呢？那就是受虐啊！不仅惩罚，国家哩冠一个名，讲你个中国人。台湾人是受虐啊！你敢知？无人知呀？ 你只是一个短队受虐啊，受虐儿给让那些明区的受虐儿的样子嘛？你在建构你的存在感，要站起来的时候被人家否定嘛？否定跟给你认同是另外一款的。这个台湾人啊，将法律被人家救出来啊！你知道台湾人很可怜吗？喜单给你算了呀，我们自己选择被受虐吗？不是嘛？为什么？我们战败、啊，很战败了，战败美国叫这流亡政府的人给你管嘛？ 惯住来洗脑嘛，给你女的带，给恁领地嘛，叫你恁囡仔去做兵嘛。咱顶一代的叫用台字，白叫用台嘛。那后来一代去替伊做兵嘛。啊，第三代受伊的教育嘛，受他的教育，被他洗脑嘛，整个被灭掉了，你知道吗？贵台人无去啊，你知？道。我讲这吼很严肃哦，我来讲。过去吼有一个概念，我我先讲另外一个。你跳到那个种族灭绝，种族灭绝那一页，我待会再回来讲这个。 种族灭绝要两起来哈！西班牙国家法院十九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五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五个人签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回回呛，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 哎，这句话就奇怪了。中国官员，西班牙跟大国不是啊，他是小国啊。啊，中国是不是大国？他怎他怎么敢对大国呛虾？中国如果对人家这种呛虾，跟贝利亚前前总理的话，应该讲以后不准做生意了，我东西也不卖过去，你们也不要卖过来，是不是安呢？结果唔敢讲讲厚蛋来的啊，这好像做坏事，惊叫我们俩一个对经济呛呛一个呢。啊，中国大国那边那个，为什么？ 第一个，西班牙是欧欧盟的一份子嘛，你不敢欺负他嘛。啊，第二个是什么？啊，这个也纳，他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啊，做贼心虚啊，叫们抓掉、哦哦、啊，摘掉啊。他做什么？种族灭绝啊？什么叫种族灭绝？你知道什么叫种族灭绝？过去是中台啊，本上没免啊。哎、欸，中国是只足搞笑的国家哎、欸，怎么搞笑啊？一方面保育熊猫，对不对？ 哦，我们要用全国的力量，大家保育熊猫、细龟、上海乱逛，全国力量哦。跟他讲，因为熊猫快绝种了嘛，啊，想用国家力量去培植。结果你为什么对人是这样子呢？一方面你对熊猫这么保护啊，你会对对西藏人被他灭掉？你为什么对西藏人要把它灭掉？对动物是这样子，你对人是这个样子？阿里甘迪尔，你听得懂的意思吗？ 他现在也不是真的杀西藏人哦，贵溪有台哦，现在是大量的西藏人，上上街，几百万人比西藏人口还多的，弄进去西藏里面，所以西藏达赖玛上在揣起丁郎在流亡到西藏、印度德兰沙拉嘛，他就在留他的种嘛，被老爷禁，你知道吧？哎，你们有没有在听得懂我讲话？他要留他的种，贵溪台湾人哎老布对应乐惊，讲卖爪瓦西人卖给瓦西人，是有原因的呢。 伊知样叫用贱料？人家大量的中国人入来了后，就要甲伊拦呢？拦了后，咱后一在你爸母若无共款，你，你的认同是啥？黑去安尼，你不知你是台湾人嘞。所以呢，台湾人下人拢会当嫁，下人拢会当娶。你可以嫁给非洲人、印度人、白人、菲律宾人、欧洲人都随在你，但是都偏偏不使嫁给中国人。为什么？我不是种族歧视哦，绝对不是哦。为什么？ 因为其他国家对台湾这块偷地没有野心、啊、没我压心、啊、懂吗？其他国家对这块土地不是被占为所有，当然这中国人被给你加价嘛，啊加价的话，伊不被烧台嘛，用上简单方法，没免台的话，就大量的人口进来，给你染毒啊！染要你是学的什么？你是什么人啊你搞不清楚了，你的人种要被灭掉呢。来下一张，犹太人跪去 这些犹太人通过一个，吧因为遭遇联合国哈，一九五一年，一共什么叫种族灭绝？它定义了好几个，里面第五条，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就是强迫把你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占领或者压迫者去给他受教育，赶快嘛。西藏流亡西藏的人用局，他给了要改伊的语言，改伊小孩子的教育，对不对？改变他的宗教嘛，对吧？被改成中概嘛，那就是种族屠杀的一种啊。 那、啊、台湾、你那、上海有、有香港、我支那人搞呢？一过去来台湾见面，说改变我们的语言呐、啊，改改变我们很多东西啊，是不是？那让我们呢？我们以为接受他教育还正常呢，怎么会改变我的语言呢？那不能讲日本话啊，讲台语啊，啊，想到就晚讲支那北京话呢？那是种族灭绝动作啊！为、哦、什么大量中国人就来跟你拉吗、啊？就卖个进口更多的中国人进来呀、啊？ 就是被他稀释掉啊！稀释到你没有没有立场啊！这是种族灭绝的代志呢，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呢。啊，怎么台湾人站起来嘛？对不对？你们申请的身份证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嘛？经过 M 七七四后代，台我科学证据告诉你嘛，你为了我们的后代就应该站起来呀！是这个理由呢？啊你，你个认同中国人去去要个败，这才好笑嘞！你的姓嘛是中国人素姓而已啊，你不对嘛，毋是这个姓，伊你不要假假啦，真简单、啊、這啦，就几句话啦。 要甲得灭绝啦，安尼知影吼，来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台生，回到刚刚我讲，好，再上一个，哎，讲到这吼、個，还有一个问题吼，即阵台湾人吼，去往教育了吼，不仅这样，还讲家己是中国人，迄足奇怪哦。讲你是什么人？我是台湾人，我嘛是中国人，迄足奇怪。为什么讲这句话？我讲一个故事吼，较早有一个叫做格拉森一个所在，格拉森，这底犹太。 地区啊，哈，中东地区，啊，这时候在有特别天然的石灰岩洞，都是石灰岩的，在往最那地地地的去坑，固起来，去坑，起坑。啊，这个洞很多料，哎，人家觉得这个很好用，嘞洞拿来做什么？当棺材用，所以狼细料哦，往去包个包包但带去坑来对头啊，哦，丢在洞洞里面，啊，天然的石灰岩洞。但呢，我再过几分钟我就要休休息十分钟哈。 啊！听完讲讲讲这个故事，包起来丢下去啊！久了，这地方就变成天然的坟场。坟场你怎西吸贼？下面贼？模型贼啊！模型贼料的鬼附身的事情发生了。啊！所以这个村子里面哈，奥杰良被鬼附身。啊！鬼附身的话，买请纱，鬼刚拉杀鬼家滴滴跳啊，我被乱撞。所以这村子里面的人就觉得很麻烦了。因为鬼气用铁链那个绑起来好了。 就绑起来，可是他又空无有力哦，动不动会替链啊就创好灯，啊，佮走倒去坟堆内底，每一间佫在招来找去，底下胡边乱讲。啊，有一天來，耶稣来啊，耶稣啦、啊，耶稣来到这个岛上面，啊，这鬼啊，因为鬼附身的人就冲过伊头前讲：哦，永生上帝的儿子，哇，时间还没到，你想到即满都来啊？难不成你即满来叫我下地狱哦？结果耶稣无甲讲啥，讲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啥名啦、啊？ 啊，这个、人这下来讲，我叫做群，一群的群呐、啊，群呐、啊。你知道为什么叫群？因为他附在他身上的鬼就多啦，所以用一群来讲啦，滚呐、啊，我的名叫做群。一个叫名讲不出来，呢，是鬼替他回答这个名字呢，你懂吗？这个、人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身躯，是鬼控制伊的身躯。所以问伊的名的，迄阵鬼鬼替伊回答伊的名。现在知道了吗？啊，耶稣来了讲。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啊，这鬼就冲出来啊，就走黑底仔，两两千家底仔就冲黑海内底，讲阴死。啊，即个人鬼啊，走了伊就醒起啊，醒起来就恢复理智，啊，伊家名讲了出来了，啊，三个钱倒登去，恢复理性。过去台湾人都是安尼啊，叫鬼斧神啊。你是什物人？我是中国人。一奇怪，中国鬼的名你哪会讲会出来？为什么中国？即摆这刘文刘伯温近乎是个鬼？ 你知道为什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个鬼吗？死掉的政权嘛，这个土地不是他的嘛，他离开他应该有的身体死掉流跑出来是不是就是鬼？死掉的政权就是鬼啦、啊，他跑来台湾接收的也不是他的领土啊，他想办法在这边就地合法，他就是鬼附身呐、啊，干么去？就是鬼政权被导啊导然过来接收，这是不是鬼政权？啊,你啊，你公爷名啊，啊，还去去联合国对吧？ 光承认我们中华民国，对不？你替鬼碟造就代志呢，就奇怪呢。台湾人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是鬼定，所以台湾人就有鬼附身嘛。啊，起码让你经理出来嘛。真理就是我们的法理，法理供出来、這個、要这些鬼都要造，对吧？是不是？耶稣来都叫你出去，就要出去啊。经理出来，鬼也都要造啊。结结果害死命，不还有鬼造一些人？想办法不要让鬼跑掉，是谁？你看怎样？当机嘛。 是毋是当机？当机靠鬼附身会当探机啊，对吧？对不对？啊，当机呐，鬼走的当机都无通探机啊，他想办法黑心咪给丢掉掉。啊，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要跑掉了，谁想办法让他留下来？中华民国里面的本土派嘛，中华民国来对民进党嘛，中华民国里面的亲民党嘛，让台湾人在内底，结果黑心咪不还有这鬼啊走？ 就是过去靠这流氓政府探的探食人，不也会走了。结果东是台湾人啊，啊都被人家玩掉了。啊,啊，鬼政权呐、啊，本来就要走啊。所以最起码，那中华民国这些高官是不是都大家都辞得差不多了？大家都不要做了，不干了，不干了。高雄这次几个局处长也不干了、啊，内政部的一大队官员都不不干了，被招了啊，啊、所以都不干了。以后都没有官员，只有那几个大官的时候，我看你走不走？ 这就是表示一波一波一直在进行了。你们台湾人看不出来呢、欸？啊，还讲十四名八字要去选举嘛？好笑嘛？啊，还看我哈，来下一张，下一张，哎，麻烦你台生。啊，这都是鬼附身嘛？来下一步，再下一张。哦，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真正的身世之后，带你我被公追，先休息五分钟，再回来。好，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而已哦，我很快就要进入课程了。